火龙果圆呐、啊，火龙果圆，你看，我可以整理盖布，然后钉那个铁柱，然后拉铁拉绳子，然后你看再做那个枝条，短短的而已啊。买来如果有切过，要等3天干了才可以种，种了15天才可以浇水。那个长到那个大概铁柱那么高的时候，要把它剪断哦。中间有的还要画一支管子，可能是牙关牙垢。然后根部要盖稻草，要保湿，但是不能泡水。